这样讲好像感觉真的讲好像你要去别的地方了，其实真的没有，只是去上学，对不对？放学就会去接你，下午就去接你啊。可是啊，因为你这几天都坐在我的旁边，跟我一起，爸爸在用电脑，你就坐我旁边，对不对？然后煮乐高。对啊，明天就只有我一个人了。其实我真的会有点想你，真的。看到旁边的桌子摆了一个小孩，然后随时都会问我问题，随时都会叫我帮他按一下，把他按紧什么的。然后找不到零件，还在乱生气，会叫爸爸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怎么今天突然没有？今天出来看吗？怎么没有小孩？对啊，就会有点想你。我懂那个心情。你懂吗？我在学校吃饭的桌子的时候呢，我也会想到爸爸在我旁边，结果看到旁边其实是同学。没关系，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要该做自己的事情。我也懂这个心情。对，我的心情就是你说的没有错，但是没关系，放学就去接你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嗯。爸爸爱你，有些小朋友的爸爸四点刚好就来接，这么早哦？对啊，有些爸爸是这样，四点就来接。爸爸想跟你说了，爸爸这几天虽然有凶你，虽然有时候有凶你，可是爸爸真的还是很喜欢彤彤的，很喜欢你待在我身边的。你知道吗，孩子？爸爸很喜欢你待在我身边，你待在我身边这几天可能是我。虽然我觉得没有什么。我们以前去儿童游戏区之前都会先尿尿然后再去。好，那我们先去尿尿。你待在我身边这几天啊，我们二十四小时都黏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这几天虽然我真的很，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觉得很烦，可是这几天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哎。你知道吗，孩子？知道。好了，就这样。